调到模式三，速度调到九，然后我先启动，三个启动，要按一下花油印刷，这时候穿梭的走行的速度，印了第二次的时候很慢。这时候要按紧速度，调设置，这里是调穿梭的，调到七或者八，然后按紧速度，把这亮灯亮回原先那个亮度，这样启动。